我们的甜心教主王心凌就有照片撒回大家啦。近几年饱受整形传闻缠身，虽然她始终否认，还提出愿意接受现场检验，但依旧压不住酸民的声浪啊。27号她出席活动，照片一出来，再度引发热议。浮肿的脸庞，僵硬的笑容，让网友不禁感叹：真的判若两人，美好的回忆就定格在过去吧。但有网友透露，王心凌曾得过蜂窝性组织炎，推测脸可能有受到影响。其他网友也换家，应该是角度问题吧。而王心凌所属的经纪公司也发声明稿表示，王心凌遭不明人士刻意截取表情角度，散布疑似重置加工之照片，以重伤艺人名誉，强调网友如有恶意重伤之不实言论，必追究到底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